这里是香港卫视。移轴，一种摄影的技巧，可以将真实的世界拍出玩偶都市的感觉。大千世界的人与事，多少体面光鲜与冷峻孤傲，看似荒谬，但都真实存在。透过移轴，我们捕捉这些人那些事，寻找社会主轴外的移轴人生。陈伟林，天生一身斑点，与皮肤癌同生共死，深信舍死亡身才能活着当下，放下将来才有将来，望死前写好遗书，办好葬礼。你好，我就是这个斑点人陈伟林。大家會不會知道我是乜水的，還是你們是 被逼來這裡？就是是我呢，就是陳偉林，今年就30歲。我小時候有一些自稱專業人士的醫生呢，就是說我有癌症，就話過唔到幾多歲幾多歲咁樣。咁當我開始踏入呢個青春期嘅時候，因為經歷青春期嘅時候，好多時候都想好自主翻自己人生㗎嘛。咁所以我就好努力咁樣鬧爆醫生，就叫佢唔好再批我幾多歲命啦。因為唔係唔俾佢批嘅，其實只不過批幾多批唔中。咁大家都唔好過啦，其實係咯，即係佢又噏唔中，好似馬六合彩咁，都有啲灰心㗎嘛。我30歲的時候，我搞了我的喪禮的，我就在一間殯儀館度執行了我的喪禮。為什麼我會去邀請傳媒，或者邀請一些大眾 去知多一點我這件事呢？其實因為我很想講一個 message， 就是我覺得其實死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最大的問題是死不去的。那怎樣才去死得去呢？就是怎樣才可以走得招職呢？那我覺得其實是你究竟有沒有在你死之前的每一刻做你自己很想做的事情。所以我都放在我人生裡面，其實我現在每一刻我的夢想都是實現的。是啊，即一路實現的，直至這一刻都是。殯儀館的用途其實是永遠都是只可以拿號碼你才可以搞的，即是拿號碼的意思就是你生前有一個身份證號碼，但是死後都有一個號碼更新的嘛，即是方便你們認屍啊那些這樣。那所以我第一次搞喪禮的時候，那那些不作，即是我真的去到靈堂去想怎樣做的時候，然後有些人說你什麼號碼我拿出來啊，那些。然後之後我說不用拎了，我說他到了，去哪裡裡面沒有的，這樣即是在個沉室裡面沒有的。我是啊，我是過客來的，這樣。那我自己定義生前葬這三個字呢，就是是很想在死之前去 prepare 一下自己的死亡的，去透過搞自己的喪禮去擁抱一下自己的生命，和擁抱一下自己的死亡，因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來的嘛。當日是有很多不同的親戚朋友又來啦，那些很久沒見的親戚都又來啦，不知道怎樣應付的。因為原來真的一是紅事件，一是白事件的，就永遠你不會無緣無故喂不如出來喝餐茶，那他們一定說不行，不如下個星期，那我就會答好啦再約啦，那約下就不見了。
陈伟林一身可爱的墨随他来到这个世界，那种人生中途受重挫生大病然后觉悟重拾生命意义的故事并不适合他。虽然不定期的要跑医院，可余下的日子他过得自在潇洒，在中环扮乞丐，看好奇的行人欲言又止，中学会考努力考零分，其实还不知道自己想怎样的，只是觉得读书没用。教育是废的，譬如尤其是东方人的教育，那我去找过教育的定义是什么？教呢就是你全天候听长辈或者父母的命令，欲呢就是自我无限复制，即是你自我无限复制的命令咯，是啊，咁跟住之后，咁呢啲就叫教育啦。即系呢个东方人去 create 教呢个字 ，create 用呢个字出嚟嘅。咁呢个就系当初嘅原意咯。咁所以我觉得国民教育系废废地嘅，最恐怖就系教育。即系你哋由细路仔话俾你听，你要读书咁先得嘅。点解啊？因为有间好学校。点解啊？因为咧出嚟做嘢好啲。点解啊？咁你做嘢做得好啲，咁你应该买楼啦，系咪？同埋应该买车啦，咁生儿育女啦，咁样嗰啲。虽然你交税交多啲，但系都 OK 啦。咁话俾人听你住长隆湾几好啊，咁即系呢啲就系而家我唔知非香港以外嘅地方系点样啦。即系我自己喺香港经历紧嘅就系我个佢俾我个。因為我自己叫 William， 所以我覺得好貴。你好啊 ，William， 我叫 William。因為我零五年嘅時候，即係我2005年之前咧，我係想做乜就做乜嘅。即係我小學嘅時候，我就會問喂，阿 Sir 想做乜就做乜，英文係咩啊咁樣。跟住之後咁佢就咪 I do what I like 咯咁樣。跟住之後咁我就秉持住呢個精神，即係想做乜就做乜啊咁樣。咁就完全唔會諗後果咁樣。咁但係2005年之後咧，咁我就覺得悶悶地冇乜嘢做，就將個 do 同個 like 調轉咗。咁發覺原來係好難做嘅，係即係你真心中意一啲你自己做緊嘅嘢咧，係好難。你做啲你自己中意做嘢就好容易，你做完之後你中唔中意咧係好難。咁但係而家即係2005年到而家，我都努力緊去學習呢一句嘢。咁同埋
我形容為我的喪禮啦、我本書啦，同埋我琴晚搞嘅死亡音樂會啦，都係阿李威做嚟。因為父親喜歡陳百強，偉林原本的英文名叫 Danny。小学五年级，老师觉得伟林伟林当然是叫威廉，就帮他改了名。这一天在新书会现场，很多观众对他说的改变并不理解。简单来说，若是以前的他只做喜欢的事，他这一刻大可以甩头走人。除了这么短时间之内去籌辦個音樂會都好困難啦，咁其實喺一個唔係表演場地舉辦一個演出咧，應該都好多手續噶嘛，係咪都要攞娛樂牌照嗰啲？攞娛樂牌照係咪？原本係食環署嘅，係啊，食環署嘅，咁我娛樂牌照係咪都係食環署嘅咧？應該唔係啊，係啊，所以應該攞唔到娛樂牌照。係啊，我都唔係畢業，我使乜攞？呢啲 risk 係梗係不能講 take 啦，係啦，係啊，我哋呢啲 be one time my friend 啊嘛，係我搞嘅時候係我完全唔知呢啲條例上面嘅嘢嘅，只不過係我去想好想講我嘅 message， 跟住之後睇下佢哋制唔制嘅啫。咁如果大家嘅價值觀啱嘅、道同嘅，咁咪一齊玩咯。到第一次去搞山前葬喺殯儀館嘅時候，即係喺華國殯儀館，我都有同佢講話：喂，我自己搞完山前葬，咁如果有其他人好想搞嘅，咁你都俾佢搞啦，係咪？雖然有啲即係有啲踩界，即係喺個香港法例裏面，係咯，但係踩少少 OK 嘅，係咯，即係你唔好係咁衝過去就得㗎啦，係咪？你心靈上面衝過去得，肢體碰撞佢一定話你唔啱㗎嘛，係咪？我想問你覺得你自己懶呢一個係算上你嘅缺點，或者你嚟緊會唔會想令自己冇咁懶，冇咁可以 improve 少少呢一方面？因為我喺度諗，其實你一個咁有想法嘅人，你因為你覺得自己咁懶而都做到咁多嘢，如果你可以改善少少嘅話，你會唔會做得更加多呢？我答你冇如果嘅，即係我喺字典裏面冇如果嘅。即係我答唔到呢個問題，不過可以夾硬去諗得到嘅就係、是如果我再努力啲咧，咁我就諗唔到任何理由要再努力啲咯。即係我諗唔到點解要努力啲啊？即係我而家冇咩？定係你覺得我可以再努力啲？咁你試下鞭策我咯。即係你話喂做嘢啊你咁樣咯，即係不過我覺得不如求人不如求己，不如你自己努力啲啊，係啊，咁我可以再懶啲嘛。我聽咧就覺得你好有即係自己一套諗法啦。咁其實我感覺咧，即係無論法文又好，或者坊間啲人，其實我覺得佢未必對到個 channel， 即係好多人會去到用自己生命好想 convince 去到勸你，去到跟佢嗰套或者說服你。嘅時候你，即係我又想知道究竟你有咩感覺，因為同埋我又想即係理解一下究竟你又會即係你自己生命好獨特啦，每個人嘅生命都獨特嘅時候，咁你又會唔會係想勸人哋理解你嗰套，定係都係take it easy冇所謂嘅？咁容易最好嘴係周家老婆嚟啦，個個都可以做人妻啦，就係、是、個個唔同，咁呢個世界先好玩噶嘛，係咪？好多人會好想主動去影響我嘅睇法，或者好想主動去影響我啦，叫做係啊，即係由細到大一定嘅，其實係啊。講嘅就係當你未知道自己係乜之前咧，你就完全盡力咁樣抗拒其他嘢，溝通唔到咪由佢咯。但係如果有啲人係真係好想同你溝通嘅，但係溝通唔到嘅，我都會繼續好想同佢溝通咯。為什麼你不讀書？為什麼你不學英文？为什么？为什么？威廉的人生对于其他人来说有太多的为什么。它是一面镜子，是别人生活的底线，有的选就最好不要触及。永远呢都成日听到好多人呢就会喺度讲话，即系细细声，譬如喺地铁嗰啲咧，佢哋会听到：哇，你老母食错嘢搞成你咁啊！哇，咩事啊你？咁多麻雞會唔會傳染㗎？
你為咗個仔，你可唔可以坐第二個位啊？跟住又或者有啲男人傍住個女人喺個胸嗰度咧，即係嗰啲，跟住就話：豬豬你睇下，但係嗰條有成身墨屎，似唔似101斑點9啊？哈哈哈咁樣。跟住有啲咧又會話咁有啲女人咧就會見到我，就會同佢啲朋友就會講話：哇！你睇下佢，你估佢嗰度係咪都有墨噶？見到上網上啲 comment 就話：出軌啦！呢條友搞生前撞抄人呢嗰啲咁樣，即係佢哋好興去貶低人哋去建立自己價值噶嘛。咁呢個都幾好嘅，都起碼佢都肯建立自己價值，係啦。如果唔係有啲真係灰到無人話，哎呀佢真係叻女好真係慘啦，咁我就賴嘢啦。人哋嘅睇法我係估唔到嘅。即係我覺得都係嗰句，就係喺未見，即係未揾翻自己之前，其實就盡力抗拒其他嘢先。係咁，當你揾翻嘅時候，咁你就唔係好怕，即係你唔需要怕其他人俾乜嘢目光你啊嗰啲。咁反而你會即係會好想問佢：咦，你望咩咧？咁即係你望咩咧？呢句嘢係真係好想了解佢望咩啊？是細細個開始揾嘅，即一定你問喂乜水啊乜水啊乜水啊咁樣，咁但係齋問同埋我覺得都可能揾緊嘅啦，因為始終其實每個人唔同嘅時間嘅經歷都有唔同嘅嘢衍生，即係譬如細個可能叫單純啲，大個可能係被污染得多啲咁樣，咁都有佢哋嗰個時間去找回他們自己應該要做的事情。如果你要說當下的，就是我覺得現在這個就是我。選這個詞，因為那些人覺得我被遺棄嘛，即其實你從生活經驗你就會見得到，即係譬如你搭地鐵，即係你喺公共場合咁樣，或者我而家離開呢度去一啲公共場合，你會好自然就會見到啲唔同嘅眼光，當中有啲批判，當中有啲遺棄，當中有啲惡言、好奇、欣賞、唔知你乜水、alien， 即係好多唔同嘅嘢去注入喺我的形象裏面嘅佢哋自己，其中一個 outcast 咯。系啊，咁样咯，咪就我条命咯，即系我觉得咪就系、是、要去传播一啲信息系有关 no outcast 呢啲信息咯，系啊，即系我相信呢个世界冇人应该被遗弃嘅。去希腊跑马拉松就都系为癌症病人筹款咁样。初頭我對馬拉松的 concept 一啲都冇嘅，咁我就話咁佢話你想報咩啊？我話報全馬啦，咁樣我成日睇到電視啲人話哇全馬，跟住之後唔知跑幾耐，咁樣跑個只狗咁翻嚟好開心咁樣噶嘛，咁我覺得都跑全馬啦，咁樣點知一開始就俾香港房佢就 ban 咗啦，因為佢話我身體唔可行啊咁樣，同埋去希臘咁遠咧。不是那麼能夠可以很快接個白車回威爾斯的，那我跟我媽說我遲些去跑步，
叫佢跑咩啊？佢叫佢跑步啦嗰啲。跟住之後我希聊喺邊噶？我喺附近啦嗰啲。都係見到啦，係喺 Google Map 會見到噶啦，嗰啲咁啊。係咁之後，當然我知道佢擔心啦，但都冇辦法嘅。呢個我覺得我係要去做就要就我就會去做噶啦。咁係咁咁之後咁跑嘅時候，大家都好擔心嘅。系啊，同埋我自己都真系真正咁叫跑嗰步，我就知道有嘢濑啊！一起跑五分钟，我已经想死了。但系无可奈何地，当你个身体机能习惯咗五分钟嘅时候，你要去改变你嘅节奏咧，你个身体系好辛苦嘅。咁所以我唯有一口气咁跑翻翻嚟咯。咁咁 anyway 又 save 佢。希腊回来，伟林还在香港跑过几次马拉松。为癌症病人筹款，完成他们最后的心愿。他一直在做生死教育的义工，之前也签了字，捐赠遗体给需要的人。这个社会到底是谁在遗弃谁？哇！我自己搞完之后，所以出这本遗书的时候咧，那个人生的经验是好轻松啊！即系以前由细到大，由细到大都不得都够胆死啦嘛。咁而家系再够胆死一啲嘅，即系原来真系高处比雪高嘅，真系。系啊，你以为有 limit 咩？其实又唔系嘅，咁样。所以我呢一排都好大胆地搞一啲事出嚟啦，即系譬如琴晚我就搞咗一个摇滚抗癌 Rob Asen 嘅音乐会，就系喺殡仪馆入边搞嘅。咁所以我琴晚搞個音樂會都靚靚地嘅，因為都係透過音樂去擁抱死亡。之後而家我啲朋友成日都話：係啊，永遠都係喺殯儀館先見到你噶啦，而家嗰啲。跟住我話咁都幾好啊，咁樣你見到我又笑，咁你喺殯儀館笑笑下都幾開心啊咁樣。我個音樂會嘅題材係講死亡啊嘛，咁我諗住死亡大家都成日都。會講，但係唔會好認真咁對待咁樣。咁我好想透過音樂去講死亡，同埋殯儀館周圍嘅環境咧，係好有嗰陣味噶嘛，即係好有嗰陣長生殿味啊、花殿味啊，即係大家都敬而遠之啊咁樣。咁我好想透即係用音樂呢個簡單嘅方法去打破佢哋固有嘅傳統咯，或者禁忌。咁其實呢我想有啲嘢再 remind 大家一次嘅，就係、是、你見大家入嚟嘅時候可能等咗一陣，但係冇入場費啦，因為呢度係不設入場費嘅。但係呢我呢好想設一個叫離場費嘅物體，就係、是、喺大家離場時候你哋覺得值幾多就俾幾多。咁我呢就會將所有你哋覺得值嘅錢呢就會全部俾曬香港防癌會去入面有個叫心願計劃嘅物體嘅。咁嗰個計劃係乜嚟嘅呢？咁幫一啲癌症嘅人去實現佢哋自己覺得最後嘅夢想咁樣嘅。咁所以係咯，大家 enjoy the show 啦，我都費事講咁多嘥氣。係噃。看什么都看懂，看他什么都懂，看着他会自动，见了都请挥手摇头。说不出真心的评价，就让我。
你想用咩歌嚟做陪葬品咧？一首歌叫做 You。You 完，多謝。咁我哋唯有係咁買 encore 啦 害怕与你相对，同人亦见觉忧虑，害怕我会知道答案跟我的不对，是你怕黑怕认同怕失去怕改，还是你太有自己一套，出走到未去过的地方，找一个未爱过的对方，新居会很宽敞，够让我干涉喜爱是别离时不需无需讲再见，美好的东西要放下，痛也要放下，留在心里的是命，没有人是社会的弃儿，人生没机会再来一次了，各位有缘云彩再见。没有最好的你，我必须记得坚强，是你怕黑怕认同怕失去怕改变，还是你太有自己一套，出走到未去过的地方，找一个未爱过的对方，新居会很宽敞，够让我干涉喜爱是别离时不需无需讲再见，别离时不需无需讲再见。实现梦想需要精心规划，金葵花理财以专业的财富管理支持朗朗和您的每一个梦想，让我们开始，助您实现下一个梦想。金葵花理财，专注您所关注。因进取而进步，因知心而创新，美的绽放生活美学，美的心思绽放心思。大家好，我是徐丽佳，希望你们能够多多关注香港卫视。Everybody, a very happy new year and an incredible year of the horse。香港卫视的朋友，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香港卫视。关注香港卫视，大家好，我是刘谦。Wish you all a very happy year of the horse。关注香港卫视，我是林奕华。印象台北，带你吃喝玩乐走台北，我们去。